除了有风云以外，法国号用了 tenor 号次中音号代替，然后小号用了短号来代替，然后在 tenor 号次中音号跟短号之间有一个衔接的乐器叫做副乳格号，对，然后从上低音号有风云一直衔接上来，然后是降 B 调、降 E 调跟降 B 调、降 B 调，然后会音响会一直叠上去，所以这个音色会算是相当特别的。那我们这种乐器有种在有种特别的地方，跟小号长号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从管子进来以后，我们的管子是呈现圆锥状的放大，如果是小号或长号它都是圆柱状，然后最后到喇叭口的时候才放大，所以今天这个组合的音色会比较相对的暗，比较相对的柔，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一首是一首圣歌，很简短的一个慢板。